冯一宁台北报道。CHOCOTV 全新系列自制剧《爱情教会我的事》系列第一部《秘密情人》将在5月1日首播，且首周播出就有激情床戏，让人怀疑主演祖雄该不会特别挑过。《秘密情人》由张翰执导，演出演员则包含祖雄、任永莲、苏汤美、康茵茵、隋玲等人。因为祖雄经常演出激情戏，身边好朋友还会说是不是故意转小赵种剧。曾经演出多部广告、戏剧、电影，也身兼体式能健身教练与厨师的祖雄，练就一身好肌肉。他自己对身材控管也相当严格，有空就往健身房跑。祖雄曾经在《孤老小姐》当中就展现床戏长才，这次《秘密情人》他一样有滚床戏，而且不但亲密，还挑战激情度，可说对床戏经验老道。祖雄因为演出太多床戏，还被说是床戏专业户，但他自己私底下说，其实还是会紧张，必须靠跟另一半培养默契。他表示，这次要特别感谢女主角袁咏琳，谢谢她的信任，要拍这样的激情戏，要完全放开，对女生不容易，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满满的相信，谢谢她跟我一起丢出真感情来演戏。祖雄左北亏特别爱拍床戏。CHOCOTV 提供祖雄上与袁咏琳在新戏里有激烈床戏。CHOCOTV 提供